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某天哈，小气国王给金匠七公斤，整个是七公斤的黄金呐、啊，想请金匠做出一顶纯金的王冠。完成后，国王觉得金匠利用加入银而偷走了一些黄金。我们假设哈，偷走了 M 公斤的黄金换成银。因此，小气国王请了科学家阿基来判断。阿基把王冠加热到150度，加热到150度C 的时候，那丢入呢一公斤啊哈，16度C 的水中啊，热平衡的过程中没有热量散失，结果加在一起的话。结果温度呢变成什么呢？变成50度C 啊。那么他问说，金匠到底偷走约多少公斤的黄金，而将其换成银，就是要求 M 了。好，然后他说金的这个比热哈，金的这个比热哈是等于0.03卡，然后这个每克啊哈。每度C啊，然后这银我叫二好了，银的话呢是多少呢？比热是0.05卡，每克呢每度C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哈？这我们就用那个能量守恒了、啊。能量守恒就是说，它混合在一起的话，它温度降低嘛，温度降低呢就是热量损失，哦，就是说。混合药它把热量呢，丢给它了，把热量给它了，那它给出的热量等于它获得的热量嘛？它给出多少热量呢？这个全部的热容量是多少？是7·m·公斤，这是 m 哈，它要乘以10的3次方，因为这单位是克了，这个比热的话呢，单位是每公克升高一度 C 所需要的热量，所需要的卡路里，这比热是这个单位，加上什么呢？加上呢它的热容量，然后 M 哈，这个没有，还要再乘 S， 就是 MS 了。S 的话呢是什么呢？是金的0.03，还要再乘以德塔 T。这个是 MS 就是金的热容量，加上银的热容量，银的热容量是多少呢？是 MS 乘以0.05，还要乘1000呢，因为它是一公斤嘛，是 M 公斤，是乘以10的3次方，再乘以0.05了，这个是银的热容量，乘以什么呢？乘以那个它的那个热量的损失吧，乘以德塔 T， 德塔 T， 乘以呢那个这个就是德塔 H 了，就是损失的热量，就热容量乘以呢温度变化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150·50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这整个它损失的热量。会等于什么呢？会等于它获得热量，就 M 是一公斤嘛，一乘以10的3次方 ，MS 是比人一嘛，乘以它升高的温度，这是水的热容量，乘以升高的温度，这是水的比热，这是水的质量 ，MS 呢就热容量，乘以德塔 T， 德塔 T 就是说它这个升高的温度，升高的温度是50。减掉多少呢？减掉16了。那这个我们给它算一下就晓得了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样的话，我就把这个 M 的话收集起来。这里 M 的话有多少呢？有这个。10的3次方我可以约掉。10的3次方就约掉了。那 M 的话这里有多少？这里 0.05 嘛，这里 0.03。所以一解的话是0.02嘛，0.02 哈 ，m， 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100，
哦，乘100，啊，这会等到会等于这个，这里的话是多少？这里是50啊，哈，50减掉多少？减掉16，等于34。然后呢，按这个把它移过来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7啊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7，啊，乘以0.03，哦，啊，再乘以100，哦，7乘以0.03，啊，再乘以多少？乘100，3×21嘛，哦，34减掉21，这个是等于13，然后呢，这个是，这是2嘛。哦，这0.02乘100就2嘛，所以 m 哈，这是2m， 所以呢，这个 m 哈也等于2/13，这个金匠也太狠了，2×6=12，2×5=10嘛，也就偷了什么呢？偷了6.5公斤的金呐、啊，换成银，那这样的话就被看出来了，因为金是黄色的啊，那银是银白色的嘛，那你呢？那个7公斤有6.5公斤，7公斤的黄金有6.5公斤的黄金换成银的话，那等你黄光就变成银白色了啦，那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何必请那个科学家来验证？哦，所以答案是偷了呢6.5公斤了哈，偷了6.5公斤的金呢换成银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A。哦，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